魔了。你杀了我。证人，今日审问请陛驾。令主，外面来了一群江湖人士。江湖人？鸡肋卖。宗主，有些选择不得不做。别的先不提，先替我师妹木莲讨回昨日的委屈，真假一分。令主，今日你们若不杀死我，明日我就让这浪得虚名的武林消之殆尽。师父，是他让我救了你。师父，去吧，注意安全。